来到了 Great World 的 Elemen 元素，吃素，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，初三吃素，啊，这边有一个20多块的 5 course meal。然后先来个前菜，然后他就来了汤，啊，汤里面的料挺多的，啊，你问我是什么汤，我都不懂，因为它是 5 course， 我就随便选咯，啊，挺好喝的啦。然后它的 main 我选的炒面哦，我女朋友选的 spaghetti， 她的我的面吃起来很像在吃炒 carrot cake。最后它有水咯，我女朋友选这个奶鸡水，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很烧的不知道什么茶啊。我连个都试试看，我还是喜欢那个奶鸡水，哈哈。最后它还有那个甜品咯，啊，这个是提拉米苏，我又叫多一个糖水了，不知道是什么糖水，我也不知道，哎，早知道吃提拉米苏比较好啊，好烧哦，好。挺好吃的。